三二一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贝贝。今日呢条片系想拍大家同我过 day off 嘅一天。By the way， 我仲系有少少未病好，所以我把声仲系有少少蒙蒙地，同埋好多鼻水嗰啲声音啦，希望大家见谅。咁今日 day off， 顧名思義我就唔使加班啦。咁但係我呢個行落嚟嘅人咧，都一定係會塞嘢俾自己做嘅。今日我最主要有兩樣嘢一定要去做嘅，就係、我2点會有一個 casting 啦，喺柴灣。第二件事咧就係我夜晚10点去到凌晨12点咧，要練舞同我嘅 K-pop crew Saga Dance Crew。今日係練男團，唔講咁多，我哋即刻翻返去朝早嘅片段。最近真的很攰，成日瞓到更晏。而家个时间已经是11点49分。我咧点样出到去柴湾，但要喺化好妆的状态出去。啊，攰啊！小沙，小妈现在仲有劲样衰，黐咗个暗疮贴喺个鼻底度。阿爷食先，食咩好呢？食淡仔啦。我本身仲谂住咧早啲起身整一整我个指甲，大家见唔见到我个手指公同我个中指系断咗？我哋而家要出去擦洗面先，解决我呢一个头。Go go go！ 冇咩时间啦。三哥，而家个时间系12点38分，化妆化到一半，嘢食嚟咗，就梗系食嘢先啦。我淡仔今日嗌咗鱼蛋、生菜同埋鸡肉，唔记得嗌小米添。食饭配 YouTube， 我而家喺度睇紧啊 list vlog， 我已经当咗佢啲 vlog 系剧咁样追。今日晏昼咧就突然间出太阳，我天！不过他真的很乖，他呕都懂得下去呕，不在床上呕。擦完个唇膏就出去了。他现在在等 Uber， 一分钟内上车。好冻啊！出咗嚟咁耐都唔記得同大家講，我而家身處嘅地方就係喺柴灣。咁啱啱咧，我就去咗呢一個 Up TV 度 casting。咁其實之前咧，我係冇接觸過呢一間公司。咁點解我會無啦啦想去 casting 咧？咁都係佢哋 IG DM 揾我，嚟緊有一啲拍攝想揾我做，咁就叫我去 casting。连个喇叭先。Hello， 而家个时间系3点半，我翻到嚟我嘅 studio 嚟练舞，因为我嚟紧有个男团嘅 dance cover 要拍，但系我觉得自己跳得唔系几好啊，未练熟啊，咁所以我就决定有呢一个空余嘅时间就自己翻嚟 studio 嚟练下，希望自己唔好跳得咁柒。嚟紧要拍嗰首歌，我谂大家有留意开 K-pop 男团应该都好熟悉，就系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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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我到而家都系唔识跳嘅，但系
其實已經今天是練第二次 Suppose 應該要認識全手，不說那麼多，我們現在立刻熱身拉筋先。首先熱身第一件事，我會做平板支撐，首歌四分多鐘，我希望可以 hold 到一半。要開始練舞了，練一個鐘好難跳啊！今次隻歌真係，拆了個大概咯，但係跳得好鬼死奇怪咯，仲要唔可以成手連埋一齊跳咯。嗯，我煩惱，而家又會陷入呢個迷思啦。點解自己跳成咁？練多一兩次我就翻去啦。我翻去仲要寫一寫我份 CV 嚟緊，我會做跳舞比賽嘅評判，所以就要 寫份 CV 俾人哋睇。唉，而家講出嚟都有啲羞愧，跳成咁，做咩 judge？ 你手做緊乜嘢？做乜嘢？四五六七，望住你，呢度真係好難，仲要跳。好啦，就咁啦。今日练到呢一度，夜晚再同我啲队友一齐练。今日嘅强心针，几柒都好，加油啊！今晚再战。同埋我想讲，我好肚饿啊。同大家讲下啲心灵鸡汤嘢。我周不时都会收到有啲妹猪 DM 我啦，就问点样可以得到呢啲 casting 嘅机会啊？又或者可能你点样入选到全民造星啊？什么什么的嘅呢啲幕前嘅东西。我自己而家其实系冇一个娱乐经纪公司或者经理人咁样嘅。咁我呢啲机会喺边度嚟呢？我都唔知道。但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裝備好自己，當別人找你那一刻，你要時刻拿到這些武器出來。當機會來到，你 show 不到東西給人看，你捉不緊的機會，其實你都不會有之後的東西。所以呢，小小的練習就好像我今天，其實不是一定要練的，但是練了你會跳得好看一點。所以你練不練呢？雖然是很累，中間會覺得自己真的跳得很柒啊，很想放棄啊，但是大家都是看成果，所以为了成果好看一点，所谓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，是不是这样说？所以这条 vlog 的中心思想就是想跟大家说，时刻装备好自己，什么机会来到大家都会捉到。所以如果大家有 job 的，麻烦可以 email 找我。好累啊，突然之间觉得有时候这样对着个镜头讲出来都挺舒服，望住呢一个美景。好啦，真系要翻屋企搞我嘅文书工作啦。问下我妈咪煮唔煮饭先。喂，妈咪，系咪屋企啊？系啊。你而家煮饭啦，我翻紧嚟啦。系啦。嗯，系着衫瞓觉，唔系着衫翻屋企。Hello， 煮奶间我翻到嚟屋企，我妈咪已经煮好晒饭俾我啦。但系咧，我系未做好我嘅文书工作嘅，所以咧，我决定食咗饭之后先做。咁而家食饭就梗系要 me time 配 YouTube 睇啲轻松小品啦，睇 JoJo 妹。
吃完饭即刻要嚟整一整我份 CV， 我仲要找我啲靓相同埋我啲跳舞片，好难找我啲跳舞片真系。如果大家真系有机会睇我出 show 嘅话，大家帮我录多啲跳舞片好冇啊？唔该大家。OK， 搞掂咗，跟住而家个时间系7:00，我10:00要出到去练舞。我而家咧比较想落咗个妆先，偷食下啲花生先。好攰啊！做少少嘢就已经咁夜啦。今日呢副 con 未对叫做好舒服，但系以咁显色嘅 con 嚟讲咧，我觉得都 OK 嘅，即系同 old lens 嗰啲差唔多舒适度咯。同埋我自己戴 con 咧系戴唔到长时间嘅，我会觉得唔舒服，所以咧而家戴咗大约6至7个钟，我就决定取低佢啦。同埋我呢一个系 one day con 嚟，所以咧无所以。我觉得佢啲花纹都几靓，除完 con 就即刻。唔同 feel， 今日咧仲戴咗假眼睫毛嘅，大家有冇发觉？我都系其实唔中意戴假眼睫毛，但系有时候贪得意，就系心血来潮想戴一戴咧，我就会戴咯。最近戴多咗嘅，因为最近练下自己啲手势。呢个就系我今日副睫毛啦，系嗰种韩式一根根嘅，不过佢系有少少交叉交叉的，同埋佢系密啲。通常呢啲我就系唔会重用咯，因为我懒得清洁。好，落妆，大家有冇睇我嘅？Night routine 啊，未睇嘅快啲撳上邊去睇啦！我依咁樣捽自己塊面真係好爽。終於變翻鬆硬嘅皮膚啦！唔知點解條頸好似俾蚊咬咁樣咯。偷多幾粒花生翻嚟食先，簡單地搽個補濕。好想瞓覺啊，其實我好攰啊，唔知點解最近有你嗰個渴水症啊，係咪？就咁。擦个保湿完，7:07，仲有样嘢要做，要请假。下个月有啲工作上嘅东西撞时间，所以我要向其中一边请假。请完假之后咧，我哋嚟剪下今日条片先，剪一阵睇下眼唔眼瞓，眼瞓嘅话就瞓一阵。如果瞓咗嘅话咧，咁应该瞓完就要出去啦。9:30左右出门，走埋。终于练完舞翻到屋企楼下，我啱啱喺练舞嘅中途有啲唔舒服啦，即系胃痛，但系我都唔知点搞。如果再唔好翻咧，我就真系要去睇医生。劲惊咯，系真系劲痛咯，其实痛到系即系喐唔到。我第一次咁唔舒服咯，其实成个人生入边。而家翻去睇我妈咪有冇煮面俾我食。呢一个鸡唔通我 set 拍紧片啊嘛，最后翻到屋企，我阿妈煮咗个乌冬俾我食。对比起我屋企嗰啲辣鸡面啊、日嚟捞面，呢一个系最清淡嘅东西。佢仲加咗一啲食剩嘅丸俾我。食剩嘅丸系因为我觉得佢哋好难食，所以食剩咗，我阿妈就加埋俾我。为咗个肚仔唔好咁空。着上，所以我都食一食，因为我啱啱屙走晒，跟住而家又系久违嘅同男朋友 FaceTime。后面系我要剪嘅片，而家个时间系2:30，我真系要瞓觉啦都。我哋今日呢条片就咁样去到呢一度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嘅话，就记得俾个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comment， 仲有 follow 我嘅 Instagram。我哋下条片再见。好攰啊！但系其实我仲好想剪多阵片先瞓觉，但系真系要调节下自己啲作息，唔可以再咁夜瞓。再咁夜瞓咧，我会死得好快。拜拜。